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些鸭子的扑杀的声音啊，甚至有我们一切的人事物啊。现在我们从这个猪塘大庄游车，我们所有的常住方式跟白净家人呢，都会在每一个地方呢尽心尽力的共餐啊，甚至呢透过听经闻法的方式了解到呢寻找它的殊胜。那只要我们尽心尽力，一个念头，一个布施的食物，都可以带来我们非常丰富的智慧以及福报、福的因缘、感恩，这些都佛给予我们的。